你就当我做了一场噩梦吧。在这个梦里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可真的会有一件事让人这么多年还能念念不忘吗？有的，他会深深扎在你的心里，隐隐作痛。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执念吧。人们所有的口述和熟悉的棋局当中，最悲哀的莫过于我本来可以。死亡是重大节点，没办法改变的。恨我吗？你能原谅我吗？胜出招会得到惩罚吗？所以你有办法让2023年的他听到我现在说的话吗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可以去海布拉看一次极光。林姐，等咱们忙完这一阵儿，一块儿去呗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可以通过照片回到过去，你想要体验一下吗？利用我们的能力，可以帮助他们了却遗憾。别回去，在空的地方待着。师父说，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他都会给你留那盏灯。爷爷，你给我记住，你是小林最好的朋友。明天见。这是我做时光代理人以来最想完成的一个任务，就算只有1%的可能，我也会付出200%的努力的。记忆可能会骗人，但照片永远记得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。